该是 OK 的。来，哪一个？嗯，就是当前女友的癌症顾问。什么啦？不行，不行啊！不是，他只是打电话来咨询我而已啊，我只是一个咨询师的一个角色，爱情顾问，就是扮演一个心理导师的一个部分。你们都分手了。那如果今天你可以让他当爱情顾问的话，那他干嘛跟你分啊？对啊，你就有问题。因为他太爱查我了，我被他查到我受不了，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我说你要找一个喜欢被你查的人，因为我觉得是说两个人要在一起，他必须要建立在一个两个人是互信的一个情况下，那你才有办法长久在一起。那他太爱查我了。所以就變那你应该是有被查到过，就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什么？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很烦，因为我手机我通常我都是摆桌上，我不太会去，就是像有些男生他就会上厕所带手机，而且他们一般把手机这样翻，对，还要反着看。我是从来没有，我就是摆桌上，所以你要看随便，因为密码你也都知道，对啊，所以你拿去哪里没有用。都删好啦。什么删好了？我这么懒，我怎么可能删好了？不是，但是因为后来分开之后，他就是因为他本来以前就是很，他是算是依赖性比较重的女生，比较喜欢问，什么都喜欢问我。然后后来分开之后，他也是在问我。那我就基于一个，很多人说觉得我是烂好人，就是你其实不必要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只是想说帮他解决一下，因为他可能会问说，哎，男生比如说遇到生日了，或者是遇到什么情人节之类，送什么给男生会比较好？他就会传，他自己没有打来，精准，对他就是问传简讯来问一些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都不算什么。可那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刚好也是摆桌上，然后我人不在，然后他又传简讯来，不知道问我什么事情。然后刚好女朋友她可能在看电视什么，就看到那个手机在响，她就这样瞄了一下，她就看那个名字，因为她知道他是谁。哎呦，然后他后来就问我说：“你还有跟前女友有联络吗？”我说对啊，他只是问我一些事情，然后后来他就不讲话了。我跟你讲，这种最可怕。他如果当下讲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没事。他后来他什么都没再讲，结果他开始，之后我就发现他常跟其他男生约出去，哦，然后不时的还把照片就出去玩的照片放在 FB 上面。然后有时候我不小心就看到，我想哎，他怎么跟这个男生出去？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跟男生出去？以前都会讲嘛。然后我说你怎么这个没有跟我讲？他说为什么要跟你讲？你跟你前女友出去，传简讯你也会报仇，哇，就开始来报复，你知道吗？后来就沟通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有点故意，然后他有点听不进去，因为我跟他解释，就是说我其实我真的，因为简讯可以跟你，可是有弄到你吗？就是他用这种报复的方式，当然有弄到我啊，因为他之前他会讲嘛，后来都不讲了，然后就是默默来啊，那我都会跟他讲清楚，我说简讯给你看，因为他真的就是问我一些问题，我只是回答，然后他就听不进去，他觉得说你跟前女友联络，那就是一个莫大的罪过，没办法原谅。女生是没办法接受这种，没办法接受，看长相。没有，我觉得要看事情啦，还是要看是什么事情。这种可以吗？比方说他像他这样，他愿意给你看内容，我可以原谅。可是呢，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有继续联络？这一段会经。就是针对这一块，可能会一直念你，一直念你，可是不会说。要么就早讲，是不是？对，就是你可以讲。我知道你们可能没有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哦，你坦荡荡，为什么不讲？对，既然你坦荡荡，你为什么不讲？是这一块前面为什么不讲？你后面给我看。其实我觉得是于事无补。对，就是你等，搞不好你该讲的你都删掉，对，不能看的你都删掉，真的。只是刚好这一块刚刚好是可以看的，所以不要忽略女孩子的想象空间。那当然了，像我也有啊，就是前男友来整理。你是不是比我更夸张耶？哎，整理鱼缸哎，我要跟你讲，两个人在水里面嬉戏耶。不是，谁装的鱼缸？没有，我要讲是，因为我之前的前男友，我住在我妈妈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鱼缸就是他装的，就都是他整理。养什么鱼啊？养很多，就我妈妈自己在养鱼，所以他都会帮我妈整理好那个鱼缸。那后来分手了后，那当每年他还是要来帮我妈妈整理鱼缸，那都是联络。那因为我妈家就住我家隔壁，所以我一定会遇到。那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是我不要他。就是我提分手，是你提的，所以当我会觉得，因为我是我提分手，所以我对他是真的没感觉哦。所以就算他再来我家干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可是呢，我也很享受，就是被人家拱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他来我家，他年纪比我长，那我妈就会有时候会聊天嘛，就说啊，你怎么都还不结婚呢、啊？你看生日都生两个了，你怎么还不结婚？然后啊，就是他不要我啦，所以我就没有人可以要啦。你说听到的时候就开心啊，有优越感，那只是一个优越感，可是并没有说真的要跟他怎么样。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男的是他抛弃我，可能就那就不行。他就不能来你家，他就不可能在我家出现，滚。
什么滚打死。我觉得有时候跟前男友联络，其实不是真的想念对方或什么，是曾经伤害你很深的那个男生，你曾经觉得我没有他不行的那个男生，现在跟你联络，我无动于衷，我觉得我长大了。嗯，对，而且抛弃你那，他来找你的时候，你还觉得，就是你还会来找我，所以你就知道我其实是很屌的吧？而且他们错了，你没说你错了。第一句都是说最近过得好吗？对，没错，我就会回答说我过得非常好，谢谢你的关心。对，没错，我要开心的不得了。再怎么样也比你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比你好。是。Yumi， 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之后，我们还有再见过面。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家狗生病，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要带他去看医生，可是那地方，就是他以前很常陪我带他去看医生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也他的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我请他，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见面的时候是因为就是请他跟我一起带狗去看医生，然后那时候其实分手了大概一个多月，然后第一次再见面，然后其实那时候内心有一点紧张，因为会觉得说狗不想过去在蹭你现在的感觉，懂吗？是没有蹭，好哀伤。哎，猫猫猫，你生病，你不要咬呗。养到罗威纳的不错。没有啦，那时候就是分手一个多月之后，就第一次见面，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紧张，因为不晓得用怎样子的心情去面对他。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上车，然后就是他就很像之前交往的时候，然后就跟我聊天啊，分享他现在工作的事情啊，然后最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之类的，然后就分享生活点滴。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会难得这么多话，就是跟我讲这么多。然后我那时候只是很冷漠，也是就是跟他分享说，哦，我最近吃了什么东西，那可以推荐你，就是你可以去哪吃啊什么的。然后那一路就是觉得很像那种很熟悉，但是好像又没有感情的那种感觉，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看医生啊，然后他也都是很亲力亲为都陪我。那狗狗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太熟了，没有很直接，真的，真的会。狗知道你跟狗，如果是真的有交心的话，他会知道这一切。他说：“哎，你去哪了？”这几个月，他会有一些很亲密的举动去蹭你啊，或什么。对，因为其实像我是养吉娃娃，他其实很神经质。吉娃娃那就笨了。因为我是拉布拉多，吉娃娃有在 top 10里面吗？有，吉娃娃聪明，很可爱。吉娃娃，sorry， 爸爸，吉娃娃生气，吉娃娃生气。我对事主建一个我的 sorry。没有，吉娃娃其实是很聪明的啦，他会分，他很神经质，所以反而是你熟悉的吉娃娃都会这样，你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知道吗？很活泼，他熟悉的人就不会。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其实他就是也知道说这一个人，然后他是他熟悉的人，所以他很安心。车夫，对，就是还也很安心，然后让他陪我去看。他会分得出来。我觉得分手之后啊，还会有往来啊，不管是当生活的保姆啊，还是说当爱情顾问啊，其实我会发现，有一种是习惯性把对方当成工具人来看的，他有需要马上就想到对方。可有一种哦，大家不要忽略，他对前任有愧疚感，所以当前任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去帮他，他觉得他好可怜哦，或是他同情他，这种也会有。另外还有一种，当然就是会还有没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他会跟前任一直保持联络，一直保持联络。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小看，前任不管是当生活保姆啊，还是爱情顾问，有些时候还是有可能趁虚而入的。哦，你没发现很多聊着聊着，然后又开始，那个情感又开始一点一点回来。聊着聊着就是山东话，锁着锁着就来了。锁着锁着就没了，那就来了，就没了。对，诚心的又来。这个呢，就是这个不，这个不行，跟前女友说过的。哎，你这个太过分，你这个太过分，太过分，这太过分了。这真实发生，我也觉得很扯，很扯。但不是我，就是过年前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他平常都不会去霸的那种，居然主动要约我们出来喝酒？然后我们就以为他分手了，然后问一问之下，也不是分手。
是他的男友跟前女友出国去旅行。我们说对啊，有问题。我们说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前男友跟那个女生有约定，就是他们曾经去那里还在一起的时候去日本去玩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可能当下的感觉很好，然后就说了一年之后或者是两年之后我们还要再同时再来这个地方旅行，不管怎么样即便是我们分手都还要去那里。什么东西，什么鬼啊，你们的约定跟我屁事。对，为什么要我这朋友来承受，为什么要现任女友来承受你们的约定，我就很搞不懂。还有什么他们有说就是他们会分开两个房间订，就是不会睡在一起，可是房间你到我房间来或我到你的房间都可以啊。出国是真的不太行，像我这样的情况就是比较好一点。对，这哪有这样你要是去旅游，愁游哎，他们是出国，我这个只有在国外，他是在国外，我是说在国内好不好？不是一样，对啊，有些事情在国外、国内都可以。环岛的嘛。你在发毒誓，而且可能苗栗那些的度假村，我们这个差很多，好不好？飞牛牧场，我们这个是单纯是就是因缘际会，然后去重游一下学生时代的一个旧梦，因为刚好遇到那个学生时代的那个女朋友嘛，然后也是后来结婚了，刚好她也是回来台湾玩。很奇怪，我教的每一个教完之后，他们都嫁到国外去，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都嫁得很好，而且都哇，好奇怪，你自己说的。你这种，因为他们，因为以前我们蛮就是念书的时候，其实蛮常去淡水那边玩的，然后就是去那边吃阿给啦，吃鱼丸啦，还有那边有一家什么三本什么五十六的那个面店，就是我们以前常去那边红毛城骑车啊，去逛去走散步啊。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刚好也回来，然后因为他说他很久没回来了，然后说看能不能我当个导游带他去逛一下。然后我想说，哎，我也蛮久没去淡水，因为平常没事不会去那边嘛。然后就我们就是还特别不开车，选择搭捷运。然后去到那边去玩，就一路上整个感觉，我就觉得相处的过程当中，好像时光拉回到那种在念书的时候，然后一起这样下课之后一起去哪边玩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当下感觉其实蛮好的，就是那种很舒服，吹来的海风感觉都有学生时代的味道，不好啊，不行，学生时代都是臭味。我们又没怎么样，还好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女朋友啦？骑斜力车吗？骑斜力车，骑斜力车，对对对。然后而且那。因为现在淡水已经跟以前差很多了嘛，那以前那我们就会聊到很多以前踏踏船啊，斜力车。对，你看到这边你就想说，哎，你看以前我们都斜力车都没有那么好，现在斜力车很多了，很方便了。然后而且现在还有一些艺人在那边表演，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什么的。那以前去其实很单纯，就是在那边吹海风，然后去可能玩玩水，然后或者是吃东西，就这样子。但现在那边其实进步很多，你还可以坐船出海。然后就是整个感觉都不一样，然后浪漫介绍给他，然后就是感觉很浪漫。然后我也是说，你下次可以其实可以带你老公来，还是带你小孩来，来这边玩都。那你当时没有女朋友吗？当时有，但没有让他知道。哦，我以前就是你的不对喽。行，各怀鬼胎了。重点在这里。只是就看那个氛围怎么样。不是因为现任的女朋友，她没有办法给你回到学生时代的一个感觉。跟追求那些年，对对对，就是因为聊到以前的学生时代，那时候，因为我们说啊，每个人其实，在最快的那段时间，就是在念书的时候，纯纯的爱哦，因为那时候的爱情单纯。而且其实我觉得男生很奇怪，男生很喜欢哦，跟女同事勾肩搭背。那可是我要强调说，这个女同事可能是女生暗恋他，就是让他觉得有一点暧昧的感觉。那你明明可能不见得喜欢他，可你知道这个女生对你有好感，所以男生通常都会讲。像我老公，他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唱歌，然后呢去那 KTV 唱歌。那你知道在台中的那种 KTV 上是那种平原花园式，所以他就是有两个大门，你可以这样进出。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在门口讲什么，所以我就从里面走出来。刚好我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门，我走出来就看到我老公跟一个员工女同事啊，就一样是同行的，那女生就这样搂他的腰，我老公抠他的肩膀，这超猥琐，可是讲话就是好像很 OK， 好像在那边聊天干嘛，可是就这样像，然后我不觉得像兄弟，因为我觉得那女的勾得很开心，很开心，对，然后呢，我一走过去，他刚好瞥见看到我，男人这样做与旧情人感情复燃指数最高。就地重游其实对旧情人来说是危险指数最高的，对，因为那个
很容易很容易旧情复燃。不过分手的时候啊，有三个仪式化的行为，一个是一个是就地重游，确认这段感情真的过去了。